想题哦，难得来了。请写出三个字的乐器名称。瑶瑶，先不要写啊！都没听啊！预备，那么激动干什么啦？作弊！计时三十秒，计时开始。玉鼎哥好像现在没有对过。哇，晨晨哥，乐器很简单啊，太聪明了。他写了一个好聪明，但是他最后一个字麻烦，他最后一个字是最麻烦的。哎呦，最后一个字会挂。哎呦。挂，最后是挂掉。哇，挂，剩十秒。挂。其实他们蛮聪明的哎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不行了，要改了。哎，没错。我看。其实晨晨哥还蛮聪明的。看到一点吗？他写了一个很简单的。很少人会用这个乐，会写这个乐器，因为这种乐器一般是不会乐器的人在玩的。那个幼稚园呢？什么？三角？真的假的？铁错了。这句的铁应该是这样。铁那么难，干嘛写三角铁啦？哇，小钟哥你笔画全错哎。对不对？铁怎么写？才对。你才是。你在赌什么东西？纠正人家还写错。小钟哥，真的是王啦，你写的逗。小钟哥，你词曲创作应该只有曲是你写的吧？词是刘畊宏写的，对不对？都我写，都我写 ，OK 了吧？怎么搞的你？对 ，OK 了吧？好聪明哦！对了，算对了，好，算对。对，这个有聪明。OK 的吧？哎，军笛，童军笛，哪有叫童军笛的？这个乐器没有听过吧？真的不叫求救的时候有个叫童军笛，但是这个算乐器吗？算，算是求生道具吧？就算对他自己也写错，好，等一下是写错，这怎么这样来错？是这样，笛，你写给他看，是这样，你写，你不会写笛，笛啊，错边，笛啊。反边的啦，小东哥，队长，反边了。你知道他们多烂吗？玉林哥多烂，他全部写对的只有左右对称的字，有没有？铜也左右对称，金也左右对称，还有油也左右对称，有没有？他就一个竹这样子，他能够写错，强，太厉害了，可惜。他到现在没对。这个有半分吧，方向不对，有没有半分？也没有半分，没有半分，铜军笛啊，三个半分，三个字对了两个。铜军笛，吹一首歌给我听看看。所谓的乐器就是真的可以伴奏的，不行啦，玉林哥你太烂了啦，你烂到可以来我们这队当队长。怎么样？差不多。口风琴很可惜。最近啊，没错，口风琴。对啦。可是他，哎，可是琴下面应该是可以，没有一点没有。是啊，是一横的，横跟点其实有差别，差很多。横跟点是点。我们要看知道，我知道是点。请问一下大会，那就不行了。这算对吗？露露说不行。零点五分，一横跟 OK 了。他那个是印刷体，他那是印刷体，让他过了。印刷体，印刷体，对，印刷体。你们那影印机好看呢。蓝琴是什么？口风琴。口风琴。哎，这不是很像山蓝的蓝吗？蓝在有一个山呢。我真想揍你。口风琴啊，怎么好意思？可是我觉得他们这边。可以了，对啦，拿给他了，好了，是有，他没给我，给了，给了，好，目前比数是多少？哦，五分了，那现在5-5.5，好吧，你们现在只差我们0.5分哦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一分，嗯，小钟哥，想不到你那0.5居然是关键的0.5，最宝贵的0.5，哇，是我们制胜的关键。其实你不要这样想啊，你只要得五分的话，我们现在有5分呢。没关系，我们要赢就赢0.5，让我们气得牙痒痒。讨厌啊，他弟弟要抓严格一点。我接下来我跟你讲，一横一竖一点我都要抓的。好，讲清楚，先讲好，先讲好。高规格对待他。有没有勾没勾都要写清楚，太严格了。别想题，请看题目。请写出四个字的歌曲名称，计时40秒，计时开始。他每天写很少字的。啊，四个字的歌曲名称，而且要唱出来，而且 pitch 不能跑掉，还可以答对。pitch 不能跑掉，超级严格。哎，有没有？哎呦，加油，还有20秒。哎，张兆志还在旁边写。哎呦，张兆志，哎呦，时间到哦，时间要到哦。哦，时间剩多少？
怎么样？哇，陈晨哥怎么自己找麻烦呐？写一首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我觉得很聪明啊。George，Sorry。好，这样子出局了。Sorry。哦，陈晨哥，为什么要找一首这么难的歌啊？落叶归根。来，这首歌是谁的歌？真的也蛮冷门。王力宏，王力宏，王力宏。远离家乡，不胜唏嘘，幻化成秋叶，而我却像落叶归根，脆弱的心田。几分忧郁，几分孤单，都变成心愿。好长哦，好长哦。我的爱像落叶归根。唱的不好听。我最起码没有唱木头人那种奇怪的歌吧？我那真的有这首歌了。哎，队长不要急，他还是不能得分。他是错，来，归还写错，他变落气归根。归写错了，这个叶错了。对，而且长这边有没有？下面是这样子。归错了，而且归也错了。那个勾勾，归归归是这样。对，没错。没有这个，勾勾都好。这个是勾在这里勾。哎，这个字我写的这么好，可惜，而且你自己找自己的麻烦。因为这个字很难，归很难。为什么终于挑难的写？等一下，你干嘛挑难的写啊？作弊。写的很好哎。你偷改。你们要改啊？你偷改。一见钟情，对了吧？没有，刚才玉林哥的情明明在这边呢。我是最后一秒钟才改的。没有。我在时间之内改的。好假波，没事。好假波。没有。倒扣一分了。我在时间之内改的啦。唱一下一见钟情，我们听一下，来，一二三，唱。一见钟情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我都不会觉得漫长。好，够了够了，对啦，够了啦。没有啦，这样 OK 的啦， OK 啦，聪明吧？聪明，这题简单，千里之外。可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有吗？哪里？之这个。好，哦，点错了。没关系啦，点错边。因为我们常常会那个左右反了。你要唱，你要唱这首歌，好听我就给你。怎么可能呢？完了，老师给他个 key， 那你杀他算了。这个出的好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。哎哎哎！粉刷，不是，哎，陈哥，你站在这边，你听一下，你听一下，再唱，再唱，你再唱一下，来，一二三，唱，我送你离开千里。好了，陈哥，不要听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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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没办法控制啊，你能帮我唱一下吗？不要这样子啊，你帮我唱一下好不好？我绝对不动你。我送。到我们道具差点坏掉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还有人要探监的吗？没有，要关门哦。不是，快来啦！等一下，画成这样，他本来写哪一个？千里之外。千里之外。算对了 ，OK 吧？对了 ，OK 吧？但是真的，千万不要唱，千万不要唱哈！讨厌。啊，你想写左右？为写不出。啊，为啦。为难。现在让你写，现在让你写。喂，太难了啦！哎呦，哎呦，笔画好怪，难写错。哎，好像没错，算厉害了。难写错，难写错，你写啊，我写不出来。我本来想写，我快忘了我为什么写错。不要不好意思啊！你好烂哦！他连改口诀都不会。好笑哦！好，所以我们总结他们的分数是多少嘞？哦，七分，对，恭喜是陈晨队获胜。不过没关系啦，我们下次再接再厉，好不好？下次一定获胜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休息一下，继续回来我们的综艺百分百。
着你们，忙为你进行大明星的奇幻旅程。这个单元绝对是一个集众人之智慧所累积出来的内容，对，不单单要有脑筋，而且还要会比手画脚，而且记忆力也很重要，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胆识，因为你会不知道你的旅程会是什么样的旅程。那谁先来攻呢？今天呢，今天要你们来攻，你们先攻，我们先攻，让我们的三位准备到我们的摇滚区就位，来，请小纵队这边就位。好，请把耳机戴好。哇塞 ！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奇幻旅程现在开始。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。从来没有人知道拍，他在漂流之前曾经当过特务。有一次拍到荷兰出任务的时候，不小心被敌方的特务架了起来，让拍说出最终的秘密。完全融入剧情的凑同拍，接下来会遭遇什么离奇故事呢？让你笑中带泪的奇幻旅程下段登场喽！